我不想着就是说以后了就因为这种日子越来越苦或者是怎么样的，你再跟我到时候感情上出现什么问题，那时候不就两个人都完了吗？你到时候也不漂亮了，也不年轻了，你到时候走，你找谁去？谁照顾你啊？还爱我吗？你心里还有没有我？时间，夫妻就得分居一段时间，那这样岂不天下大乱？这要看他选择的恋爱对象或者是他的妻子是什么样的人。如果真的能够相濡以沫，能够一起同甘共苦打拼的，我觉得这完全没有不存在问题，这就是爱情和婚姻的真谛呀。我愿意跟你一起生活，愿意跟你一起奋斗，我有你不幸的三年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